是怎么开始，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。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，已真的很简单。爱的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，是是非非无法抉择。哦，我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，那个疯狂的人是我。你今日嚟到故事之歌，點解都係揀呢只歌？因為其實喺係啦，咁12年前媽媽離開之後咧，其實有一段時間係好失落，好難過，甚至即係屋企人即係點樣我都唔理啦。咁我就出走咗，去咗4年流浪，即係我去親每一個地方，好多同媽媽嘅回憶係會令我搞唔掂。係。好感謝有音樂去令我去醫好我自己的難過。其實那段日子，你上了一個另外一個課題，而媽媽是跟你一起。我 feel 到你的歌聲裏面是有個 spirit。多謝。好嗎？嗯。愛很簡單，看看有多少分先。Thank you， 多謝 ，Thank you。好，有請評審。好好啊，唱得非常之好啊，無論技巧又好，感情都好，同埋成件事知道你係好 well prepared， 同埋係操開嘅唱歌。唯一我覺得可以再感動多啲咧，就係要再真摯啲。我覺得有啲都係太 showy 嘅。多謝嘉誠老師 ，Thank you。阿左門神，今日係我即係真係。找回我以前認識的黃建文，上網聽你的 live， 你唱歌，其實你這樣就好了。我覺得這歌呢其實有少少 R&B， 我覺得你可以再 soulful 多少少，那個味道會更加出一點。今天其實唱得好的，但我是嫌他呢，因為不知道是不是我見過陶傑幾次，他那個 R&B feel 呢，他那個你未去到過。哇媽，那個陶傑嚟嘅大佬，我講玉志浩二，你又話我同人。我都未講完。人你又講。我未講完啊！俾人講完先，你唔使同阿陶傑同一樣咁啊！你，但如果你嘅音樂嗰度係可以有少少嗰個咧，就會
更加好啲、啊。我冇話佢唔好啊，我話更加好啲。冇錯，即係 R&B 啊，真係要食咗個 beat 度。咁、你一路食住 beat 行過嗰邊。多謝 ，thank you。恭喜晉級 ，thank you。